个红色，还有就是这个 golden badge 加助理穿的黑色，一共有五个色 ，STT07， 价钱是59。请看它的小细节啊，它前面呢、啊，它这一个 part 啊，全部都是 cotton 啊，只是这一个小部分啊，这边添加了一点小细节在左边，这个面料是另外一个面料来的啊。那小部分的面料是常常我们用来做衬衫，衬衫的面料啊，其他的部位就是cotton T 啊，就是那种T 恤那种的面料哈，它就是把那个塑胶袋原理的那个元素啊添加在这边，可是它这个折是规律的三个桌子，所以它有那个显瘦的效果，然后这边还有多一个折啊，不是瑕疵车错、啊、是它的款式来的，只是这一个小part啊，它的面料不一样。Overall 你看去啊，它是同一个颜色来的，它没有那个多透的效果给你们啊。转后面是这样子的 ，OK， 没有拉链，没有纽扣，穿的时候就从头套，其他部分的面料就是我们惯用这个厂家惯用的那一种 cotton 面料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这一期要找到比较 basic 的 cotton T， 这件的袖子是属于比较长的，对了，可以选择带走这个啊。就是说，你看，只要遮手臂的，要找比较 basic 的 cotton T， 这件就是非常适合的哈。虽然是 basic， 可是还是有小细节在左侧这一边 ，OK， 5090接呀。来，我去换红色给你们看先。裤子刚刚介绍了哈，裤子介绍了。因为很多顾客都在找红色的上衣了，我发觉这一期从上一期开始。你先按裤子资料先去你的 inbox 检查一下哈，裤子已经介绍了，来自 premium 厂家的哈。上衣的话，深色的话就我身上的黑色啊 ，OK。所以说上衣你们要找比较深的颜色啊，就是我身上的这个黑色。想说要最显瘦的，就肯定就是我身上的黑色。长度方面你不答应也是 OK 的，因为他是说到这边是我穿的话，我配搭我就选择不答应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比较整体比较休闲的一个配搭。那你说要端庄一点，你答应进去，长度是够给你答应的哈。这个深色就是我身上的黑色，穿在我身上没有拉伸是有这么多的空间，然后它是属于大弹力的，它拉伸可以去到非常的大。所以说这一期你要找一个属于比较中袖的 basic 的 cotton T，不要错过这个款式哈，因为接下来款式会越来越少。这款式第一次见证表。还是说新年的话带回主播穿出来的红色是必须留哈，可能你可以收着买了，我新年在家穿哈。因为我发觉它真的很少做这个长度，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泡泡袖啊，然后这个是比较顺修的，比较宽松一点，属于比较直筒。对。比较直筒的，它袖子这个帕是属于比较直筒的。来，我现在身上穿的是红色，今天还没有找到红衣的、啊、必带走啊，因为上一期的红色都没了。OK， 应该说上一期很多款式都卖完了，今天很多顾客都还在找，可能放着。你现在先给你了哈，裤子的资料发去你的 inbox， 你检查，你的 inbox 已经收到了的哈。我身上的红色长度是够长，给你们答应啊，这一件上衣长度是够长，给你们答应。该遮的都遮完，最重要像助理讲的，手臂粗的不用怕，袖子的长度也在那边，然后面料是有弹性。来，我把上衣拉出来给你们看，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戴，所以我讲它这边的面料是不一样，可是 overall 看去是同一个色系，它没有给人家感觉到多吞，没有比较 basic， 可是 overall 穿起来还是有小细节。 OK， 这个红呢就属于比较亮的红了啊， OK， 比较亮，比较亮、啊、大红的红了。想不要新年的话穿，不想暗的，要比较亮的，可以考虑带走红色。 OK， 来，我去看 golden badge 给你们看先。我看 orange 色，另外一个橙色也是新年适合穿的颜色。 OK，请看多一次，它的款式在腰间这一边啊，这一个 part 啊，左边这个面料是不一样的。这一边所有的面料，只除了这一个面料是那种衬衫的面料，其他的部分的面料都是 cotton 面料。我身上换了 orange 色，不敢穿红色，想要新年还是有新年气氛的，可以带走这个橙色。
带个带里的那个橙色很好看，它也不是属于那种很亮的橙啊，它是属于比较它的吞是比较暗一点点，可是暗的来是不是很沉闷的那种。我身上的 orange 后面就是这样子 basic 的款式 free size 啊，下单打困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，不敢穿红带种橙色。好看啊，这橙色稍微一点复古的颜色，带复古的颜色哈。OK， 就可怎么配搭，你就直接这样配搭白色裤子啊。白色啊，建议你们要比较时尚的话的配搭，可以选择白色的裤子来搭这上 OK 颜色的上衣。来，我去换 the coins blue 给你们看，这次 the coins blue 就衬搭牛仔裤给你们看啊。在家穿就衬短裤吧 ，OK。对了。从短裤主播现在穿的是 APS24 APS24， 如果你是刚刚进来的需要资料的话请留言，我们会 send 去你的 inbox 哈。现在我是换了大牛仔裤，所以配在家穿衬短裤，衬短裤。然后如果你平常出街穿，你可以选择衬长的裤子，还是像我这样子衬搭牛仔，都是搭得到的。OK， 我现在是衬了牛仔裤 ，OK，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 the coins blue 啊。想要显瘦又不想穿黑的话，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这个 the coins blue 彩蓝色，它就比相比黑色。来的比较轻盈，然后一样有那个显瘦的效果，面料弹性是非常大，基本上这样子下单啊 free size 啊，下单只要打扣和颜色就好了，不要打 size 啊，你打 size 啊我们是帮你下不到单的 OK。 我身上的 turquoise blue 袖子长度就刚刚好，该遮的都遮完了，不用怕说手臂太大进不到，肯定没有问题啊，助理的手臂算是粗的了啊，它一样是穿上去还是有空间的，对吗？有一下子啊，不是，OK， 我身上的 the coins blue 显瘦，然后比较有色彩的 ，OK， 啊，我下去拿，等一下我下去 ，OK， 我身上的是 the coins blue 啊，不想穿黑，想要显瘦，带走 the coins blue 了 ，OK。我去换 Golden Beige 给你们看，比较浅色系的有 Golden Beige 白色。浅白的颜色 ，OK， 比较 basic 的颜色就有这个 golden beige，OK，、okay, 比较小性感的颜色 ，OK， 一样有那个浅白的效果。我身上穿的是 golden beige 金米色这样子的就对了，面料弹性是非常大的 ，OK， 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，想要显白，可是不想带走白色，带走这个颜色吧。这个颜色它比之前的 golden beige 来的更金色的。有点不一样啊，因为它有换的那个，对了，整体有一种带银色的感觉哈。OK， 它有，就这个厂家，它会每一年呢、啊，它都会换一些面料，它的面料越换越好就对了。对，所以助理啊，他又要收了，他的样子，因为是属于比较简约的款式嘛，啊，平时穿就不会太花俏哈。OK， 我身上的 Golden Beige， 我去换白色给你们看，因为这个款式它的颜色就比较多，是六个色 ，OK。去穿最深的颜色 ，OK， 可以选择带走我身上的黑色。黑想要显瘦，整体来说可以选择黑色或者这个 turquoise 啊 ，OK， 就可能说太多黑色的，你们可以选择带走 turquoise 啊，一样是有显瘦的效果哈。去穿最深的颜色就是我身上的黑色。看了一下 Miu 拉伸，它是这么宽的，然后拉的话，它是属于非常大弹力的 cotton 面料了。
三围一样吗？这男生是还有空间，还有款式。来，白搭就不用多说了，一定是白色了。OK， 白搭的话一定是白色。想要选白衬牛仔容易配搭的话，直接带走白色就好了。OK， 我身上的白啊。STT07 价钱是59，穿完所有的颜色了，看看这颜色啊。新年的话怎么取舍？新年的话不敢穿红，可以考虑带走橙色啊。新年这两个色都是适合新年穿的颜色。然后呢，显白 ，OK， 你可以一个带走我身上的白，或者是这个 Golden Beige， 这两个比较显白的颜色。显瘦的话就有这个 Coise Blue 和助理身上的黑色。STT07 价钱是59 ，Freeze 下单打困和你要的颜色就好。上围104要96都穿得到哈。OK， 因为基本上它的上衣它的宽度就属于直筒，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搭一的。OK， 我身上这一个款式 STT07， 今晚 Cotton T Basic 的 Cotton T 就这个是其中一个款式。OK， 只要找简约款的 Cotton T， 因为有些人想。找这样子简约款的 cotton T， 他们不想太多花俏的，这平常穿的这样子的是最适合的。非常适合这款式哈。没有的话，我再介绍现在我身上穿的牛仔裤来，一 T 两千的牛仔裤。可是白色收了。只要找 T 两千的牛仔裤，这一期就有啊这个款式啊，因为上几期的断码了，很多顾客还M size 的顾客都还在找的，可以考虑带走这个款式啊。